便当。好。好。啊，对，可以吗？哎，老板，新哥啊，突然买便当啊？对对对，现在只有外带的。对对对，新哥啊。我要拍影片嘛，你要拍影片，对，改天老板那个整理好，set 以后 set 都好，这个很香，这个就是这台哦，今天的电灯可以拍吗？来来去外面拍啊，没问题没问题，鸭肉鸭肉，这个 smoky 的中文怎么讲 ？smoky。就羊那个熏熏羊，熏那个烟熏烟熏的烟熏的鸭肉，然后肉丹还有炒菜，谢谢老板。好，因为我每周礼拜五的时候才要吃。OK， 因为你们礼拜六、礼拜天公休吗？对。OK， 来，我拿这个，谢谢谢谢，走。啊。好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。这个是啊，黑豆。这个是竹炭的花生。花生，很好吃。配啤酒的那种。可以。哎，谢谢你。是啊。你们真的辛苦啊。嗯。放进去。学生也辛苦，但是我觉得老板最辛苦。最近这个在修路。对啊。没有办法做什么。哎呦。